好，哦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走这个赛道，哎，我们上次来，他说要走赛道要包场，哈，你看，老天爷现在帮我们包场，是不是赚到赚到？有没有？是吧？而且很难得，哎，可以下去走赛道，然后可以这样看全场，哎，哦，来，好好介绍一下，好好介绍一下，真的太刺激了。那一样嘛，刚刚这个地方就有跟你们讲，就是如果正常我们干线的话，我们会画比较圆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湿线的话，会走比较深一点，再转折进去，可以哈，把速度再拉低一点点，不要让那个车全程都一直在外抛，可以吗？而且在外抛的时候，如果它压到水的话，它会更滑，知道哈？如果它像如果下场的话是光头胎，像因为出租车一定都光头胎嘛，如果是光头胎下场的话，你一定要避开水，有水它就会有水漂效应。所以你就要小心，除非你今天是直直过去，你只要今天是横横过去，它只要遇到是上面有水，它就有可能会水漂。然后我刚讲哦，你的湿地你在走里面的时候啊，像如果是干地的话，我们的 apex 点应该会抓在可能大概是这个正中央再往这边一点点，可能就大概是这样子， apex 点可能会抓在这里。但是如果是湿地的话， apex 点我们会抓往后一点，因为我们的角度会从那个地方攻略过来，知道意思哦？它 apex 点会延后，你刹车延后，刹车拖比较长，你在这个地方比较转折，你的 apex 点就会在比较后面，不会在原本的那个位置，可以哈啊，让后面尽量是拉直线过去这样子。然后像如果是在直线的话，就没什么差，我们就一直直线这样去加速它就好，知道意思哈？好，如果是湿地的话，啊，如果今天是在干地的话，就尽量不要让它进去里面那些孔孔孔孔那些地方，因为它会影响你的速度的累积。好，它会影响你速度的累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啦。齁啊，这个就直线，这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方向盘打得越少越好啦，不要让它就是这样靠靠靠这样子。齁，尽量它稍微直线一点这样子。喔，这个赛道真的维护得很不错，欸，你会不会觉得？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 Tempo 都超好的，欸，这都是意大利进口的 Tempo, 欸，欸，所以来这里比赛啊都会超安全的。像那个这里不是有第二季的那个年度积分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就可以来参加，因为比赛又安全。我刚看，哦，那奖金也超多的，是吧？报名2500，就送2700的赠品，那不是一报名马上现赚200，超级无敌棒，是吧？要不是我住台北，我看冠军就是我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里。通常啊，如果这里啊下这里没办法全油啊，通常都是这里啊弯不够久。因为大部分的人啊都会习惯就是从这里这样弯出来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犯的错误，为什么那没办法全油，是因为他在这里他直接就进去了。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从这里你就直接进去，你下一个弯的角度他的车子一定是往这里射啊，所以你进那个弯一定又更憋，对不对？所以记得像进这种连续弯啊，一定要有那种就是摇摆的概念，就是我示范一下，假设他今天是这样，他这样开出来，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这样摇再进去，懂吗？哦，你不要就是你不往外再拉进去，你就是直接这样攻，他会太憋，知道意思吗？你稍微往外拉，你的回转半径就变大了，你的弯速就可以变快了，懂意思哦？然后再来就是你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不要一样，不要很早去切下一个弯，不要很早在这里哦，我车子我就要放直的过去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拐的角度，你速度太快，它过不去。放到半，对，对，你起码要走到这里，就是这个地方方向盘打久一点，稍微打久一点，把它拉到这个位置来，就很像这样，你刚是这样过去过来啊，现在就从这里这样过去过来这样子，它就有点这种感觉，像钻这种连续弯都是这样，就这样过去过来，它就可以全油门下去了，懂哈？那全油门下这里，这个 apex 点一定在这里的，因为你看大家摸都摸在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好，大家都摸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位置会特别的斑驳，好，是这样。然后摸过来以后，车子就把它放到那边去，你看那边 Tempro 进去的位置，就差不多就是那个位置，对吧？好，你们随时有问题你都可以问，好 ，OK 啊。然后往这里走，当然这个地方就很切记啊，出去尽量就不要掉下去了。出弯是速度累积的时候，如果你出弯还让它这样掉进去，车子还不稳定的话，它会影响你的那个速度的累积。好，尤其是出弯，最好是不要干扰到你的速度。哇，只有开过车走这里，欸，对不对？
走路。哇，很酷欸，超酷的，这环境也太棒了吧！我觉得这雨天可以开放在这里野餐，对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一样，如果是没办法的，就是你可能稍微比较不敢的，你在这里稍微刹一下下车就好。然后那个刹车，我讲大概可能摸个10%就好，10%稍微摸一下下就好，摸一下下它就可以带进去了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实际上它收油门转方向盘，它也就可以过去了。哦 ，OK， 好啊，这样这就过去了，这就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然后这个弯其实也蛮重要的，尤其是这种下坡以后再上坡，这个地方尽量不要失误，因为这里失误会放大。你可以感受一下，你只要觉得弯速特别顺的时候，你就注意去听一下那个轮胎过去的那个声音。对对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对对对对。好啊，这个就放出去没有问题啊。这 tempo 真的都蛮好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这个都是意大利进口的。我也是建议车友来练车的时候，一定要到就是那种合格安全的场地啦，因为安全真的是最重要。我们当然不希望就是人受伤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讲 Tempo 正常，这也是一个重点。还有一个重点是它的车子也要是正确的，对。像有些车子它是，就是不是那么正规，它可能乱焊或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它用焊接的，那一撞它那些焊接点没有那么扎实，或是它安全规范没有那么扎实，那钢管插出来插到人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因为难免有些人就开开，他直接撞墙，你怎么知道？那钢管插出来，或是那个油会漏，其实那都是，我觉得那都是不 OK 的。对，像我如果我推荐车友去的车厂，一定都是安全的，一定的安全要第一位，就是他车子要是安全的，他的防护措施要是安全的，哎，而且场地要是专业的，这个是一定的啦，哎，因为我上次来，我发现这个只要有人撞墙，然后停在路边，他就会限速。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就蛮好的，全部都会讲。对对，全部讲出来就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对，我就觉得这就蛮好的。对啊，因为安全第一啊。对，有人出事，安全第一，真的安全第一。然后像这个地方啊，我上次来开啊，我也会就是，我上次来开，我先讲哦，像这个弯啊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我上次来开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回去看我的影片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会这样往外拉。哎，往外拉，然后再往内走。但是我发现这个弯根本就不用绕那么大圈，因为我看前车在比较速度的时候，我发现前车一往内拉，哎，它也可以过去，代表那时候弯速，我的那个回转半径放太大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所以我回转半径放太大，变成我绕了不必要绕的路，我可能弯速比它还快，对，但是我绕了不必要的路，懂意思吗？相抵消下来，我还是损失的。好，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你可以走中性的路线，就是不用再往外拉再往内，你可以就是中性往这里。当然这是在抓地力好的情况下啦，好，抓地力好的情况下。因为我之前的我都拉到这里然后再过去，我觉得就把这个动作扫掉，就是到这里不要再拉了，就直接转进去了。如果再让我开一次，我会再扫一台车吧。好，如果啦再让我开一次，我会扫一台车啦。好，然后就从这里开始弯。然后像这个地方啊，它不是感觉好像有两个弯角，一个这个弯角，两个弯角，这个实际上都要无视前面的弯角啊，你就把它想成它是这样进弯，弯心都在后面那一个，嘿，弯心都在后面那一个，不会去管这一个，所以你就从这里这样绕进来，从这个弯心这里出去，好，从弯心这里出去 ，OK， 然后这个弯心的位置就在这里。一开始会很要求你们像背公式一样，每次开车一定要摸到弯心呐、啊。我以前都跟他们讲说，就是你只要没摸到弯心，就是 0.1、0.2。你只要没摸到弯心，就是 0.1、0.2。那你就看你哪几个点没摸到弯心，你就知道你损失几个 0.1、0.2。对啊，这是背公式啊。当然你不可能做到每次都去摸到弯心，但这就很像说，你先熟能，然后你就可以生巧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没把路线固定，你没把弯心固定，你没有办法去做后面的那些事情了、啊。是这样的观念啊。然后你看我刚刚就讲了，这放出来这里是不是很大，这路宽太宽了，而且在出去的时候车的视角不是往这里哦，车的视角是往这里，然后接下来这应该就很 OK 啦、哦、对，就放到这里，各位方向盘放直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。就
全油门踩着，应该脚不会松吧？不会松，对啊，就往这边一直过去啦。啊，哦，只不过这很酷欸，这赛道真的还蛮不错的。这个是不是有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？二三四季。二三四季。如果住太原那边还有华园可以住。啊，哎，对，这一次比赛如果有来这里参加比赛，还可以住对面的那个华园饭店呢。便宜耶。对啊。天气耶。哇，而且我上次来的时候，他那个带小孩来，他还有小孩的什么早餐，还有小孩让小孩做松饼什么，小孩超爱的。是哦。对啊，我上次我带小孩来这里的时候。然后我小孩就在旁边玩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他们的那个乐园啊。哦，他们玩到晚上九点才回去欸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的，爸爸可以来赛车，然后小孩子可以有，对，小孩子来畅游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住这里刚刚好。欸，真的欸，这真的可以推广欸，这真的可以推广，可以住华园，然后每一季第一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可以进决赛的，还有年度积分赛，对不对？啊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。然后各位车友记得 Pete 要从那里进去哦，啊，对，就这样啊，这里就是差不多，尽量在直线累积的时候就稍微把方向盘扳直。其实直线开车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方向盘尽量动少一点就好，尽量动少，然后把它撑住握紧就好。对，尤其是过一些高速弯的时候，就稍微握紧，然后方向盘动一点点，这样就好。哎，这就是高速弯的技巧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觉得高速弯算很好学的，你只要油门敢下，方向盘敢握紧，然后撑住，其实应该就没什么问题。对啊，嗯，好，那就差不多啦。哦，我们这样走一圈，走多久？哦，23分钟，还不错。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你有没有发现画面不太一样？这要感谢我一个朋友借我这个镜头。因为我的 GoPro 被撞掉了，还没找回来啊，所以借了一个录影设备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在云林虎尾，不是土库哦，不是阿宝空肉饭哦。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他礼拜天没开。那我们就稍微搜寻了一下，阿宝他好像源自于一撇，那有一间店叫一撇嘛，有一间店叫两撇。这样你懂了吗？他们师出同门，他们是师兄弟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吃良品，看看他师兄弟的表现如何，好吗？而且这间店很酷哦，我刚开过去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没开，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啊，原来他有营业，等一下你去看就知道。OK, go, 完全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就看到里面有人，我才知道有电欸。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刚进去的时候不能录影，太酷了。你是不是经过？你是不是觉得他的店没有开？还好我刚停前面，我是走过来走进去看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有开欸。原来这里有店欸，差点没吃到。它的卤肉饭也强，对不对？真的超强的齁，而且它的卤肉饭很特别，是它还可以选要不要加辣，而且它的辣有点感觉，有一点感觉，非常厉害。然后它是卤肉饭，我们刚刚是卤肉饭配卤蛋卤贡丸，然后还有叫一份卤萝卜，还有高丽菜汤，厉害，真的是厉害，很强。我觉得这种店都应该标明一下，就是开门到七点有空肉，七点以后没空肉，应该这样标明嘛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这样八点来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哦 ，Google 应该多个这个功能，知道为什么？玩的都太早了，跟那个阿宝很像，七点以后就没空肉了，太扯了。哎，真的好吃，有厉害，这个师兄弟感觉有师兄弟的感觉，但是这一间感觉蒜头味没那么重，比较甘甜味，但是真的蛮强。好啦，我如果有空明天再来吃空肉给各位看好吗？ OK, 云林的空肉饭卤肉饭也是很强，厉害，拜拜。我们要去高雄啦，再见。